我开门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吗？谁告诉你我住这儿了？我问了你闺蜜，她说你住这儿，我来接你回家。我没有家。你咋没有家？别生气了，都多少天了。咋了？想我了？那肯定啊，都冷静好了，然后我好好跟你聊，跟你解释解释，好吧？我不想跟你聊，我也不想看见你。你有什么可解释的？那个时候你就是不解释啊，你现在有什么可解释的？当时不就想冷静冷静吗？那咱俩的事儿说开冷了就好了。冷静冷静，这都多少天了？你在外面都已经潇洒完了吧？多少天又咋了？你有什么情况啊？你有变化呀？我有什么变化？我没有什么变化。但是我觉得我们俩，我更喜欢一个人。喜欢一个人，我们进屋说啊。你进去干什么？那站着聊啊。那不然我不想跟你聊啊。你不让我进屋，那我就在这站着，我就不出去了，我就搁这蹲着等你，好吧？你等我干什么去啊？我要跟你聊一聊啊。你是不是我今天不跟你出去，你就住在这儿了？对啊。行，你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我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去，我饿了，去吃饭呗。吃饭去啊？哦，那也行，边吃边聊吧。吃什么去？你想吃啥呀？我都行，你吃什么？那就选你最喜欢吃那家。你之前老带我来吃冰粉。给我吃一口呗。我们俩还没有和好哈，我只是出于礼貌给你吃一口。你自己回去吧，我要回酒店。为啥呀？一起回家呗。我没有家，我不回去。这不都哄好了吗？还生气？哪里哄好了？我这么好哄的呀，我得再想想。那我跟你一起回酒店。不行，你回家吧。我明天找你好不好？我送你，我送你。啊，不用你送了，我自己打车了，你自己慢点啊。